文标题：重磅，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帅府推出人民公仆周恩来展览。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12月12日起，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与南京市博物总馆联合举办人民公仆周恩来展览。展览共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恤群众情系人民、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三个板块，精选图片文照90余幅，以此来展示周恩来同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图为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勤廉楷模。1958年9月1日，周恩来在开滦煤矿唐家庄矿井下了解作业情况。周恩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视自己为人民的公仆。周恩来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特别关注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图为1962年12月，周恩来接见医学专家，鼓励他们到基层去，为广大人民群众送医送药。周恩来的一生是求真务实的一生，他身体力行，对事业极端负责。1975年9月4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医院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批示，表达了他盼望祖国统一的心愿。批示最后三个字托，是留给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重托。周恩来的一生是严于律己的一生，他清正廉洁，勇于自我改造、自我批评。周恩来几乎没有自己的存款，他将结余的生活费用全部交纳了党费，这是周恩来交纳党费的收据。他一生始终都在实践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政廉洁，鞠躬尽瘁。人民公仆周恩来展览展期2018年12月12日起，地点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北一楼回廊。来源：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相关文字和图片版权归属作者，转载请注明来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